再一次的感谢我们中华电信所有的同仁，那么在这一次的科技防疫的国家队里面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，科技防疫又在我们国家的整体的防疫的过程中扮演了最强大的后盾。一起来面对这个疫情对我们台湾整体的挑战，那在这个挑战的过程中真正看到台湾人的可贵的地方，我们无私投入，我们能够承受压力，跟能够在高压之下把台湾的整体的活力能够展现出来，台湾人的创意跟台湾人的无私的奉献的精神，在这一次我们都看到了最强的表现，所以再一次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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